排好队形，同时吹响哨角，增大了活动场面，也让台上的贵宾大开眼界。大甲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活动正式起跑，主办单位为了让文化节的名声响彻国际，这一次更邀请到来自德国、日本、荷兰等20多国家的交换学生一同前来体验。孙台中，是。咱起头开始，咱逐天都有真精彩的节目。4月12日，咱金兰宫妈祖婆要起驾绕境的起驾戏啊。到了4月17日要起驾迄天，咱暗时6点就要来开始，伫观礼台有真安排着真侪精彩的节目。看看我们这16族当中不同的这个族的服装，传统的服装。包含传统的原住民舞蹈、布袋戏，或者是知名的明华园歌仔戏、舞狮、武术等一连串的演出，一同为妈祖文化节活动献出才艺。而眷恋宫董事长严清标更是带领多位贵宾一起敲锣，宣告文化节活动正式展开。锣声三响，大甲妈祖绕境喜悦顺利。一年一度嘞，为今嘛开锣开戏吼，连续3个日，就咱大甲妈过早囝。过来，咱的这个明华园的表演，南洋戏剧，搁甲咱最传统的这个歌戏，拢咱全台湾头台湾尾拢邀请来咱大甲妈，遮来做予大家看，予咱妈祖婆来观赏。妈祖，妈祖，妈祖娘娘，干喽！郑南公也提到，多元化表演就是为了4月份妈祖绕境出巡做足准备，同时也弘扬在地的传统文化。紧接着还会有大甲马拉松、自行车等热闹活动会接力登场，希望借由独有的文化盛会来吸引全台民众共享盛举。记者王胜炫台中采访报道。